这个是原来被子是平的，现在被子它周下来了，咱们要来就坐这儿了，懂不懂？嗯。你说一般人谁能这样？那正常来了，懂不懂？那你进来发现看着。对，你拿没不尊重我们。原来金大哥一坐下来后，就发现张大姐提前把床盖都掀起来了，这让他心里有点不舒服。说到这儿啊，红娘想到她刚来张大姐家时啊，大姐就说了自己很爱干净，而且还有点小洁癖。我就是别人吧，就是谁要是穿那外衣坐我床，我就感觉我骨头疙瘩的。我这人就也有点洁癖，洁癖不行啊，洁癖接受不了。对，洁癖还挺干净利索挺好。不一样不一样，就隔路，就是我们的意思吧，就是怕他万一就是洁癖大劲儿了，就属于心态不正常。对呀、就是怕影响以后他以后俩人生活。对呀、跟他说那么多也有啥用？没用。